今次比赛指定使用 4West Forest 官方四大交易程式 Flash、MKD、S10、SMA， 交易程式获奖无数，受国际肯定。今次比赛贯彻 4West Forest 丰盛森林的团队精神和互助文化，志在齐齐建立赚钱的生活仓，目标是利用自动交易程式即是 EA 持续咁稳定获利。比赛回报率均为真实数据，绝无夸张成分。而比赛胜负排名是根据在整整十星期的比赛期里面，坐弹都不可以超过 30% 的情况之下，而获取最高的回报率而决定。今届特别加设了四大 EA 优异奖项，获奖队伍分别会获得两个月 Gem 使用权和1000元的现金奖赏。而家我哋先揭晓一下四大 EA 优异奖的得奖队伍啊 ，Flash。Flash 本身呢只 EA 是运用了突破交易策略，精准咁入市，佢会不断咁样喺市场上面进行对支持和阻力位扫描。等待確認了支持阻力位，才利用突破交易入市。而 Flash 加入的 Filter 能夠找出真突破，入市之後會進行分階段獲利平倉，以保護資金增加贏率。今次 Flash EA 的優異得獎隊伍是由我大佬系 Anel 獲得，成員包括 FF12 的 Handsome、Joanne、Anel、Andrew 和 FF11 的 Doris， 恭喜曬！呢一組的同學可以話係輕而易舉，在短短十星期時間就做到 48% 的回報啦。嚟緊我哋頒布 S10 的 EA 優異獎。S10 是比较进取的交易程式，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赚钱，经过多重的过滤，一旦确认了双重入市讯号，它就会毫不顾虑地进行入市，而且当赚钱的时候就会顺势不断增加仓位，以获取在这个趋势之内的最大利润。而今次 S10 的 EA 优异奖是由队伍祖心获得，成员包括 FF13 界的 Joe 和 Sam， 恭喜晒这两位 FF13 界的同学仔，充分发挥了 S10 暴利的特点，息怒调 Profit 就好像火箭一样直上，转眼10个星期就做到 55% 的回报了。来到 SMA EA 优异奖项， SMA 擅长捕捉中短期和中长期趋势，深受希望稳定资本增值的投资者欢迎。他运用了维加斯通道、 RSI、 索卡什等多种指标，增加了进行马丁回调的精准入市位置的安全性。而今次 SMA EA 优异奖是由瞓醒户口多了几个零队伍获得，成员包括 FF20 Alpha、FF23 Fanny、Karen 和 Colliday， 十个星期 81% 回报，成绩亮丽，就好像他们队名一样，他们用实际行动真实数字告诉你到底怎样用 EA 真正做到瞓醒户口多了几个零啊。MKD 呢一只 EA 咧，系喺趋势里面咧进行来回上落嘅交易，喺趋势嘅底部进行交易，然后喺趋势嘅顶部食股。当趋势再回落到底部咧，佢又会再次入市，再次食股嘅。咁非常之适合咧喺冇方向嘅横行市咧去使用嘅，来来回回咧食尽晒大细嘅波幅。好啦，嚟到我哋 MKD 最后一个 EA 嘅优异奖项颁奖啦。今次 MKD EA 优异奖嘅得奖队伍系由 Super EH Junior 超级 EH 新星获得，成员包括 FF24 嘅 Edmund 同埋 Hawson。这两位24届的同学仔的表现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青出于蓝，10个星期 88% 的回报，跟他们的队名一样，真是超级新星。以上四大 EA 的优异成绩已经非常彪炳了，实在令人很振奋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即将揭晓最终冠亚季军的排名。季军是由游艇会九的 FF20 Joe 和 FF21 的 Donald 获得，他们会获得价值6480元的6个月 Gem 使用权加4000元现金奖赏，奖金年奖品总值10480元港币。季军呢条息路所使用的程式是 S10， 唔使三个月的时间就获得76% 的利润。即使他们所使用的 EA 咧系被称为暴利怪物的 S10 咧，但他们依然咧轻松驾驭。Maximum 阻单只是28.9%，表现相当稳定。嚟到亚军的奖项啦，亚军的息路咧将会获得价值9720元的九个月 Gem 使用权，再加6000元的现金奖嘅，奖金年奖品总值是15720元的港币。咁咧，今次的亚军又是由游艇会九的 FF20 Joe 同埋 FF21 的 Donald 获得，话呢一个队伍相当厉害啊！同时包办了亚军同埋季军项目，同样都是使用 S10 的 EA 的另一条息路。这一条的息路回报率更加达到 121%， 两个半月的时间利润翻了一倍有多，而且稳定发挥。他们用实力证明，只要你懂得设定合适的策略，充分了解和善用 S10EA 的特性，即使被应用为暴利怪物的 S10 在市场上都会成为你的赚钱神兽。再次恭喜 Joe 和 Donald， 来到最强的强者了，就是冠军奖项。冠军奖项是由游艇会七的 FF18 Angela 和 William 勇夺冠军的，恭喜 Angela 和 William。 冠军队伍是会获得价值12960元的12个月 Gem 使用权，另外再加10000元的现金奖，奖金年奖品总值22960港元。
冠军食奴所使用的 EA 是拥有闪电最击手称号的 Flash， 短短十星期回报率竟然到 174%， 而且 maximum 坐弹都只是 13.4%。 Angela 和 William 所设定的策略充分展现了 EA setting 的稳定性和爆发力，他们用实力告诉大家 Flash 放在市场上赚钱的爆发力是可以几咁惊人。今次参赛者横跨了30多届历届的学生，超过140人，总共有145条 signals。参赛学生一如既往发挥稳定，成绩标炳，接近 50% 的参赛 signals 在短短2个多月里面就已经有超过 30% 以上的回报了。为期接近3个月，一共10个星期的第三届 4 West Forwards 自动交易程式挑战赛到现在就圆满结束了。再次恭喜所有的得奖队伍和 signals。期待在下一届的比赛里面见到更多位同学仔再次切磋和进步了。